家都知道，中国女排在前段时间如火如荼地参加了世界排球联赛的争夺战，不仅仅是中国女排的球手们在努力地备战着，中国女排的教练们也没有一人敢懈怠。魏秋月的丈夫袁灵熙也是一样，大家都知道，在前段时间中国女排的前队长魏秋月因为伤病的原因在医院里做手术治疗膝盖，当时据知情人爆料，魏秋月是自己一个人来做手术的，其丈夫袁灵熙并没有陪同一起。当时消息一传出来，不少人都很疑惑，新婚燕尔怎么会连妻子做手术这样的大事都没有参加？原来因为当时中国女排正面临着国际排球联赛总决赛的关键时期，身为教练员的袁灵熙因为跟随中国女排征战，没能在手术第一时间陪伴在旁。等袁灵熙赶到医院，魏秋月已经完成了手术回到病房，而且更让人惊讶的是，袁灵熙也只能在医院陪魏秋月一天的时间，因为袁灵熙早在很久之前就接到去印尼雅加达参加亚运会抽签的任务，所以在国际联赛总决赛一结束，袁灵熙就赶去看望妻子，而能在医院陪伴爱妻的时间只有一天。7月3日下午，他回到北京，随后飞去印尼。作为中国女排奥运冠军、功勋队长，魏秋月对丈夫不能陪伴在自己的身边表示理解。魏秋月表示自己不愿意拖后腿让袁灵熙请假，而是支持袁灵熙为中国女排工作，从来没想过，也许就是因为自己从那个集体里出来的，我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肯定不能拖后腿。